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咖啡渣在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除了做成杯子、家具外，最近在乌克兰有人成功研发出用咖啡渣制作成太阳眼镜，不但环保又时尚潮流，戴上之后还可以闻到天然的咖啡香气。在咖啡渣制成的板块中，精准切割出镜框的形状，再用手工做最后的修饰。来自乌克兰基辅、有15年眼镜业经验的哈维利兰克，在经过数百次的尝试后，终于成功用废弃的咖啡渣取代塑胶，制作成新颖独特又环保的太阳眼镜。Эврика,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фе А, он черный, это классический цвет очков, он подходи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под все. И Б, его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в мире, то есть жмыха миллионы тонн просто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к все это и началось. Coffee grounds and flax. 在咖啡渣中加入亚麻和植物油基的生物聚合物，哈维利兰克制作的太阳眼镜能在土壤或水中被生物分解，不像塑胶那样释放有毒物质，分解后还能作为植物的肥料。Но оно даже на ощущени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пластмассы. У меня есть такие очки пластмассовые. Оно похоже на дерево, похоже на... Ну да, чувствуется, что это не пластмасс, что это... Но я не буду пробовать. А так вообще классная идея, очень классная.咖啡太阳眼镜重量比一般塑胶镜框还要轻，目前一副要价约89美金。哈维利兰克表示，现在还在起步阶段，未来希望能增加产能及分销网络，将产品推向全世界。看过电影《绝地救援》的观众，一定对麦特戴蒙在火星上种马铃薯的情节印象深刻。现在，西班牙有一家公司将洞穴改造成火星环境，体验者除了要缴交折合台币约20万元的费用，还必须先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训练，才可以进入洞穴，亲身体验4天3夜的火星生活。I guarantee you that at some point.太空人马克首次登陆火星执行任务，意外遭受暴风侵袭，一行人被迫紧急撤离，马克却遭物体高速击中，误为殉职而被丢包，独自受困火星的他必须设法活下来，并通知地球前来救援。电影《绝地救援》的故事似乎离现实很遥远。近期，西班牙一家公司在科学家、建筑师与开发人员合作之下，于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亚靠近阿东雷多的地区，将一个长1.5公里、高60公尺的洞穴改造成火星上的人类殖民地，让想体验火星生活的人们在地球上就可以圆梦。想要体验的人们必须先在西班牙北部的圣坦德学习26天的线上课程，并完成3天的特别训练，才能穿上太空衣进入洞穴，停留4天3夜。一进洞穴就踏入了火星缺乏大气层、极端低温及存在宇宙射线的环境。在体验期间，参与者会进行一种类似洞穴探险的太空漫步，模拟失重的感觉，并学习如何在专业实验室中种植食物。Una aventura, sinceramente, algo totalmente diferente de lo que puedes encontrar fuera en el día a día. Es una experiencia que te saca totalmente de tu zona de confort, está totalmente en otro mundo, digamos, y tienes que adecuarte, la mentalidad cambiarla y el día a día hacerlo diferente de lo que sería fuera. Entonces, realmente es otro mundo.绝地救援中的马克用专业造水种植马铃薯，设法联络上 NASA， 不停地解决问题。这群体验者也经历同样情境。What we were doing for last all the time there, it was troubleshooting and solving all problem by problem just to make experiments working, another experiments working, something else working, and this was really great because.This is what I like. 一趟火星体验之旅要价6000欧元，折合台币约20万元，最多开放10个人参加。瑞典第一高峰凯布纳山的山峰，因为山顶冰川融化问题，它的高度比起1960年代倒缩了24公尺。凯布纳山有南北两峰。研究人员在1880年第一次量测两座山峰时，发现南峰比较高，但这个月初专家再次量测后，发现北峰的高度为2096.8公尺，变得比南峰高了1.2公尺，但是比起上世纪60年代却矮了24公尺之多，目前的高度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学者多年来观测凯布纳山的冰川大小，认为山峰变矮是相当明显的象征，甚至怀疑去年已经是这样了，因为测量误差范围只有几公分。专家表示，融冰情况几乎发生在最近20年，以平均每年约1公尺的幅度下降。
如同声乐或是乐器演奏，口哨也可以是美妙绝伦的乐器。在洛杉矶举办的国际口哨音乐大师赛，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口哨达人，争夺世界冠军。吹口哨没有语言障碍，全世界通行。前世界口哨冠军卡罗尔·考夫曼创立国际口哨音乐大师赛，今年的比赛在洛杉矶帕萨迪纳郊区举行，吸引来自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世界各地11个国家的60多名参赛者，角逐世界口哨冠军。成为一个优秀的口哨吹奏者与成为一位出色的乐器演奏家的道理是一样的，比赛以哨音听起来优美、曲调和谐、知道如何表演吸引观众等为评分标准。来自日本36岁的柴田明子用音乐盒和木偶吹奏了一个口哨混合曲目，令人着迷，夺得世界冠军。3歳ぐらいの時から口笛を吹けたので、あんまり詳しく吹き始めたきっかけを覚え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でも口笛の大会、世界大会に出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それからこう音楽としての口笛を一生懸命吹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世界各地有许多人非常认真看待吹口哨，现在有电影配乐以口哨取材，也有的酒吧里会有口哨吹奏表演。吹口哨没有标准的方法与技巧，也没有专门的课程教授，爱好者们成立社团，在社团里不会有人对口哨声嫌烦，也鼓励成员参加口哨比赛。国际吹口哨巡回赛下一站将于2020年4月在日本举行。印度一名男子达西拉瑟一生几乎不曾离开过他所居住的村庄，然而他凭着自己的力量为交通不便的村庄开出一条路，这使得他成为全村家喻户晓的人物。达西拉瑟原本和妻子在这个小村庄安居乐业，但妻子得了一种怪病，身体日渐衰弱。达西拉瑟想带妻子去看医生，但是距离他们最近的诊所得走上80公里的路途，还得翻过山头才有可能就医。达西拉瑟的妻子在路途中就因为病情加重过世了，达西拉瑟难过不已，甚至颓废了好一阵子。他觉得妻子的死是因为交通不便而延误就医，于是他发愿要开凿一条道路。村里的人都觉得他的想法太疯狂了，不可能做到，甚至还嘲笑他的想法。但达西拉瑟每天都带着凿路的铁锤和工具，天亮就出发，直到晚上才疲累的回来，坚持了22年，凿出了一条宽10公尺、长100公尺、高7公尺的小路，这让村庄通往城镇的路缩短到只要15公里，村民的生活也因此大大的改变了。达西拉瑟2007年过世的时候，印度政府以国葬之礼纪念他造福当地民众的无私贡献。由好莱坞男星布莱德·比特监制主演的电影《星际救援》在第76届威尼斯影展首映后获得不少好评，其中小布的演出被认为相当精彩，角逐个人首座奥斯卡影帝的希望浓厚。小布认为这是他拍过最具挑战性的电影。 I do what I do because of my dad。航太工程师麦布莱德为了寻找十几年前执行海王星任务却失踪在茫茫宇宙的父亲，不惜跨越星系要查出父亲可能生还的下落，旅程中却发现对地球造成极度威胁的秘密。由好莱坞男星布莱德·比特监制主演的电影《星际救援》在第76届威尼斯影展首映后大获好评。从影多年、演过许多角色的布莱德·比特透露，《星际救援》是他拍过最困难的电影，必须以非常细心、微妙的方式将故事发展开来。We had in this process, I gotta say, this has been the most challenging film I've ever worked on because.This story that James devised is so delicate.
结合星际效应的时空科幻以及绝地救援的太空冒险色彩，星际救援以宏大宇宙作为舞台，呈现父子之间的私密故事。导演詹姆士·葛雷引用展览上看到的一句话为电影做了注解。 It said, history and myth always begin in the microcosm of the personal. So we decided to try and tell the smallest possible story in the biggest possible tapestry for exactly that reason. You know, in the tiny becomes the universal. That was really the impetus to the whole film. 电影主要演员还包括汤米·李·琼斯、罗斯·奈格、利弗·泰勒以及唐纳·苏德兰，而布莱德·比特在片中演技精湛，有媒体预测小布可能以此片角逐个人首座奥斯卡影帝奖。What did he find out there in the abyss? 今世世界纪录大全最新发行的是自1955年以来的第66版，收录经认证堪称世界之最的五花八门纪录。让我们来看看2020年度有哪些纪录。阶梯卡皮亚克·阿伊西诺·诺维亚是2020年度摇最大呼啦圈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他不仅可以用腰部转呼啦圈，还可以用手腕、手掌、脖子同时转动多个呼啦圈。硕大的彩色呼啦圈在他的身体上旋转，令人目不暇接。连他都对自己的成绩相当满意。2020年度的一分钟单手劈木板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是一对夫妻档，他们虽然已是中年，但实力相当。妻子丽莎可是英国唯一的跆拳道女大师，他们可不是一块一块的劈，而是五块五块的劈。丽莎与丈夫克里斯皮特曼在一分钟内将500多块木板劈得粉碎。对于这样的精彩呈现，观看者连连掌声叫好。在北英格兰约克郡的一条小路上，有辆花篷车快速从这里驶过。这个花篷车配有400 bhp 涡轮增压发动机，以高达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布列塔尼·沃尔什不仅可以用脚射箭，还可以射很远。他经常在当地举行杂技表演。这个高难度技巧使布列塔尼·沃尔什成为2020年度一脚射箭最远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他们的绝活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不知道下一年度谁又会打破他们的记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全球各地的教师为了防止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可能采用多种方法。而墨西哥一名高中老师竟然采用要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头上戴纸箱。墨西哥教师德克西斯要求学生在考试的时候戴上挖了2个洞的纸箱，这样他们只能看到自己的考卷而看不到其他人的。德克西斯监考的一张照片在脸书上流传，教室里的每个学生都头戴纸箱，看起来十分搞笑啊。尽管有人称赞这种方法有效，但也有家长认为这是羞辱，要求教育单位将这名教师开除。而德克西斯则声称他只是在教室监考，而那些学生都同意使用头戴纸箱这种反作弊的方法。美台最大型国际科学合作计划福卫七号六月顺利发射升空，其中经过筹划组装到一系列的成就，科技部前后就花费10年努力。为了让民众更加深入了解福卫七号，科技部与媒体制作3部系列影片分享甘苦谈，也邀请现场高中生未来加入太空产业领域。 3, 2, 1, 0福尔摩沙卫星七号六月在美国顺利发射升空，但成功的背后却尽是艰辛。六颗卫星，不到100人的团队得密集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发射后却一度发生卫星失联的紧急情况，好在最后有惊无险。不会那么乖就这样出去，其实有一些卫星是有造成翻滚的现象，不过我们的太空中同仁最后都能够把它救回来，现在基本上它的整个方位健康状态都算是稳定了。科技部携手媒体制作3集影片，呈现福卫七号从筹设、组装、审查到赴美发射过程，也见证台湾航太科技里程碑。刚从欧盟访问回国的科技部长陈良基很有感触，所以这次去也很感受到说各国对台湾能够提供福卫七号，那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预期说，我们福七将来一定是更多的国家会共同来享用这样一个信号，这也是台湾科学界
对全世界、对全人类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科技部周五举办特映座谈会，邀请百位高中生与太空领域专家齐聚一堂，也解答太空产业种种秘辛。老实讲，还有很多的科学需要突破，这就希望我们将来的年轻的学子来协助我们，从各种创意的方式来做发想，希望借由影片来激发更多学生的兴趣热情，一同投入航太科技领域。香港反送中抗争，警方违规使用催泪弹受到国际谴责，但同时香港抗议民众各种对抗催泪弹的方法也让国际大赞有创意。香港媒体最近采访到一位在前线扑灭催泪弹的抗议民众，他表示对他来说最催泪的不是催泪弹，而是无私的香港人。遇上催泪弹，先盖上三角锥，再往洞口灌水浇熄催泪弹，或是展现羽毛球技巧将催泪弹回击。自六月份以来，香港警方多次发射催泪弹。据港警公开资讯显示，自六月份至八月初，警方共使用约1800枚催泪弹。随着抗争持续，香港抗议群众也练就对抗催泪弹的好技巧，甚至十几秒就能解决。才刚丢回去，催泪弹又如雨点般落下。先前，路透社采访到一位25岁、化名阿龙，在前线扑灭催泪弹的抗议民众。他坦言，精神压力一直都很大。你问我，其实我哋任何前线都好惊，咁但系，惊俾人拉，定系惊冇咗屋企咧？我哋系惊所有人冇咗个香港呢个屋企啊！香港明州文化也专访到一位22岁、化名阿水，在前线扑灭催泪弹的灭弹小组成员。他坦言，一开始看到烟都会害怕，喉咙、鼻子、皮肤都痛，但他认为只要灭掉催泪弹，就可以让其他人不那么痛苦。其实是极度不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的。就好像现在听翻啲经历过64的人，他们就会很伤心，就说就是因为我们那一代的人做得不够，就令到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受苦。就好像相反，我们现在这一代做得不够的话，我97的嘛，50年后即是我50岁了，50岁的时候正式回归的时候，那我就更加辜负那时间。他认为港警一定有使用过期的催泪弹。7月21、27号两天的烟强烈许多，7月27号自己更出现腹痛，甚至走路15到30分钟就得停下休息，更腹泻了一个星期。不过他仍然继续走上前线扑灭催泪弹。其实我惊前线嘅人拎住后边系冇人喺度嘅，催泪烟唔催泪，但系我哋人民做嘅嘢更加令我哋催泪咯。佢催泪烟其实只系令到我哋流鼻涕啫嘛，烟上其实你可以见到大家是不會顧慮自己的會不會被人拉線，都要救一個阿婆。他表示，每一次撲滅催淚彈都會遇到許多人，但大家都蒙了臉，互相不知道是誰。縱使許多次相遇，也永遠不知道對方是誰。他認為，匡扶香港、時代革命不等於港獨。我們現在只是希望回應那五大訴求，真的有這麼難嗎？医院治疗，一般人难免会感到紧张害怕，更不用说连一岁都不到的女婴了。印度一位小女孩因为骨折需要接受牵引治疗，但却哭闹不停。正当大家都手足无措的时候，孩子的母亲搬出一个可爱的救兵，效果非常好。一个洋娃娃静静地陪在小女孩身旁，她们有着一样的姿势，双脚倒挂在病床上。这是印度新德里的一名小女孩瑞克拉，因为骨折需要做牵引治疗，但对只有11个月大的他来说，这个疼痛太过巨大，所以瑞克拉拒绝接受治疗，直到他的母亲想到一个好方法。She was also in pain. She was crying. It was the mother's idea.
who comes from a very ordinary background, that she is very close to a doll at home. So she brought that, and we discussed it with her that how can we make that patient more comfortable. So probably we tied the doll also in the same position, and it worked so well, the patient felt so comforted. 出于对女儿的了解，母亲想出了很有创意的方法，让瑞克拉适应得非常好，不再哭闹，而且安稳地在睡梦中。目前瑞克拉也和她的洋娃娃在新德里一间政府医院接受治疗和恢复当中。第十五届大都会台湾日9月7号在纽约花旗球场举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惊喜亮相球场大荧幕，以短片的方式介绍台湾，还有网红蔡阿嘎来为比赛开球。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的主场花旗球场上，台湾总统蔡英文大荧幕亮相，用短片向现场30,000名观众热情介绍台湾。据了解，这是首位外国籍总统受邀穿上大都会球衣，并登上花旗球场大荧幕，让现场的台湾侨胞都十分振奋。看到台湾的荧幕上，觉得很光荣，很棒啊！把台湾推到国际舞台的感觉啊！紧接着，台湾网红 YouTuber 蔡阿嘎出场，带着老婆和小孩走上投手丘为比赛开球。所以走上去那段真的其实很想哭，很想哭，很想哭。从小就是棒球迷的蔡阿嘎表示，能到美国大联盟来开球是梦想成真。我现在还是起鸡皮疙瘩，对啊，很感动啊，很感动。为了这次的开球，他还特别戴上了定制的棒球手套。这一次来到了美国，就特地把秀了一面大的国旗，然后在这个球场上亮相，这样对，希望能让世界看到台湾。我们同时推不只推观光，我们也推台湾这个。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大都会台湾日今年来到第15届，蔡英文总统在脸书发文中提到，台美友好的关系可以表现在许多层面。往年8月为花莲金针花季，今年因为气候因素花期比较慢，目前赤科山金针花已经满开，9月是最佳赏花期，黄澄澄的金针花海让人心旷神怡，吸引许多游客上山赏花，带您一起去看看。金针花又名忘忧草，黄澄澄的金针花随风摇曳，蓝天白云为伴。这个山三巨石为火成岩，镶嵌在金针花布中，象征以火炼金、一笔时间的含义。小月是柳山，伫立在金针花海中，处处美景让人忘忧。向往已久的赤科山，真的是今年实现的，满山的花开得好漂亮哦，蛮开心的，嘿，很棒，值得再来。赤科山金针花。今年的花期比较慢，可是就是觉得不虚此行，因为今年花真的超漂亮的啊！那我也欢迎大家有空真的来赤科山走一趟，保证你会觉得流连忘返。金针花很漂亮。白鹿台风过后，有人担心梅花可少，其实台风过后带来丰沛的雨水，让金针花越开越多。这个山向阳面已满开，整片山际被染成金黄色，仿佛置身金山里。我们昨天上来了，就担心说会有台风，会有风雨，结果上来的时候，哦，好高兴哦，这边很那个很风和日丽，而且那个哦太美了啊，一路这样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哦，心情非常的好。因为今年暖冬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今年金针花比较晚开，所以预计的话，我们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金针花可以来赏哦。业者提醒游客，赏花时不要踩进金针花园区，以免土壤硬化影响金针花生长，并设置拍照点供游客好好拍照，带回美好回忆。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